男人在一段感情中最大的需求是什么？90%的女人都不知道真正的答案。在感情当中，女人更懂得表达自己，会撒娇，会哭闹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男人的内心也会脆弱、敏感。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也会渴望被理解、被支持。优秀的男人，除了自身能力强以外，还需要身边有一位能够给他带来真正能量的女人。家庭和谐的男人会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，而家庭不和谐的男人每天都想着如何躲避妻子的唠叨，长此以往又如何能成功呢？女人要宠，男人要疼，再迅猛的野兽也要有舔舐伤口的时候。没有人可以一直做英雄，男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啊，他们再坚强也会有疲劳的一天。看起来无所畏惧的他们，内心其实也极度需要被体谅和理解。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，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。女人的肯定和支持是一个男人在逆境当中最好的解压药，哪怕你只是默默地陪在他身边，或者是给他一个支持的拥抱，对他来说这都是最大的鼓励。而这些都是他们在感情里面最大的需求。点亮红心，关注我，治愈你的内心。